值宾果，难度三颗星，限时六十秒，将球丢入圈圈中，达成指定进洞组合即过关。Are you ready? Let's go challenge!好的好的，现在要欢迎的是刚刚在第二组啊这个积分赛里面抢答分数得到两分的黄队。是。好，所以呢在抢答的时候呢，其实周冠军月冠军规则不一样。嗯，在月冠军的时候，你看这个抢答的多寡又牵涉到出场序。是。如果照刚刚第一次的游戏来讲的话，比较晚出场的比较有优势。哎，对，因为他大概心里有底，他要进几个那种感觉。对呀、啊嗯，哦，刚刚他们就是这样嘛。对。结果这一轮第一个出场。你看命运的安排啊。现世报啊！刚刚可以等到最后慢慢看，现在要做实验品了。嗯。仔细听好规则哈、哦。是。再讲一次哈、哦，黄色、红色各进一个才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红色呢、嗯、有三个圈，黄色也三个圈，对，所以总共要进六颗球，在这指定的两个颜色，三万，哇，这样六颗球都进就可以拿到30,000块嘞。对、嗯，好，那如果说我们还是要想象一个可能性，是，如果待会有第二组或第三组也都过了的话，嗯，我们就要再玩第二个游戏来决定谁拿这个钱，嗯，哦，好的，但是第二个游戏如果过了就是60,000了。所以很刺激，都要拼啊，好不好？好，来，各位朋友，我们现在要决定呢，到底是派谁来挑战30,000元？谁来？我狐狸。好，狐狸还是你啊、嗯？对。为什么不派他呢？你这么没有担当啊？你把责任都压在他身上。他想要玩，他喜欢玩游戏。真的吗？ OK， 来，我们为狐狸加加油。加油，倒数3秒。OK， 目标黄色还有红色啊。哦好，反正中一个都很重要，欸、对不对？他黄的中一个嘞，对，中一个都很重要啊，因为这都是积分嘛。是，搞不好别队一个都没有啊。他还蛮厉害的耶，他是平常都有在练这些吗？还蛮喜欢玩游戏，喜欢玩游戏。哎呀，中错圈了，这个不算分啦、啊。所以他不只要粘得进去，还要粘对颜色。对呀、啊，好。哦，两个了。球，而且是标标准准的这样子哦，但是这不算哦，红色不算，哎，红色有的，有，那三分了，黄三分了，他已经三分了，20秒，20秒哎，快点，加油，在那个迅雷不及掩耳给我进三个呢，对，他们现在光是积分就很高，可是他剩最后三个球啊，没有球了，没关系，拼积分，拼积分，7、6、5、4、3、2、1，时间到。哦，没有球了，最遗憾的是这个。哇！你看，有可惜了，一个进到蓝色，浪费了。对，可是也蛮厉害的哎。蛮厉害了，6个他就进3个哎。对，这个感觉上已经离15,000越来越近了。是的，因为如果没有进到6个，就是折半嘛。嗯。但是也要看其他队伍的表现。哎，你哎，矿神咪咪在干嘛？咪咪很认真在看，在讨论战略就对了。哎，刚刚他有一个是这样弹的，差点弹到那个红色的，嗯，对不对？好，还是恭喜3分。马上欢迎我们下一组。那因为刚刚两组在第二题答题的时候呢，都是抢到一题，是平手的。那么谁先出来，我们猜拳决定。我们现在请绿队跟红队各派一位朋友来猜拳。猜拳。好，哪一位？弟弟来吗？好，咪咪对弟弟，一拳决胜负哦。来，往前走一点，往前走，拳举高啊，拳举高，让我们观众看到。剪刀石头布，恭喜咪咪获胜。好，因为呢，我们刚刚一直强调啊，这个晚出来的可以先偷看别人哦，对不对？嗯，所以猜拳赢的人可以决定他要先出场还是后出场。绿队。后出场，红队请到舞台中央来，来欢迎两位。好，我们现在又要开始进行第二次的这个丢丢乐了啊，嗯，要进红色以及黄色的才有积分，是，请问谁来玩？他想玩，弟弟想玩。哎，我觉得这个妈妈很好呢，她每次玩没有一次过的。哎，母汤太好了，你别卖卖个闹，没关系，她开心就好。对，小朋友呢，有这种这个企图心，嗯，这是我们要值得鼓励的。对，要加油。妈妈置金钱于度外，小孩开心比较重要。没错没错，小孩也不畏战，对，该出来扛就要扛。回家不要骂他哦，不会的。还什么回家？在捷运上就先骂了，等到回家。好，请就站的位置，以恒加我们提醒一下弟弟哦，最少要3个哦，最少要3个，3个是平手了，跟刚刚平手才有机会拿奖金哦，6个就有30,000哦，哦，他有，他有
有反弹的这一招哎。可是他进到都进同一个绿的，不对不对，要进红的。红的跟黄的。黄的。哎呀，啊弹掉。好，在圈外。怎么都进绿的啦？如果我们是绿色，他就可以过了。这个他的政治色彩很明显哦。对。哦，有了，一个红的了。他命中率很高哎，真的，他命中率很高。哎呦，差一点都在圈外，都在圈外。对，又绿的，绿色，这个人很绿呢。对呢，哦，两颗了，两颗，两颗，加油，再一颗就平手了。球速有限，迪迪小心你的球。还有一个红的，还有那个红的很好进啊，有没有？那一排，那一排。十、九、八、七，没有球了。其实命中率很高，只是没有到我们的颜色而已。如果我们今天玩绿色的，你刚才就中了这么多，你看。对。对呀、啊，好，所以我们来算一下哈，你看好多都在旁边呢，你对，真的很冤枉哎，好、嗯，好，红的跟黄的才算分，所以他们得到两分啊，残念残念残念、嗯，但是已经算非常优秀了哈，谢谢，谢谢。最后出场的会不会真的啊，能够在啊这个观察别人进行之后呢、嗯，得到许多心得呢？是，那马上来欢迎我们的绿队出场，加油。欢迎绿队拉拉咪咪。是的，我们要再次的跟两位提醒一下、嗯，基本要从三颗起跳哦，因为那边有中三颗的。如果你们中三颗就是平手，我们就进行第二个游戏。对，如果你们四颗就直接拿15000了。嗯，如果你们中六颗，先拿30000，再玩第二个游戏，有可能再拿60000。六万，这样有三种有状态出现。嗯，谁玩？我玩。今天怎么都派一样的人啊？对，可见他们其实都已经商量好了，谁比较有把握。还是我们下一季改成一个人来参赛就好了，不两个人来没有分工合作的 feel 啊。另外一个加油啦！是吗？加油啦！加油啊 ！OK， 咪咪，请就战斗位置。好，加油！没有发觉他脚都会张开啊！哎呀，差一点点。差了2公分，你看看。怎么都从中间经过？哎呀，糟了糟了，路径不对。哎呀，弹了蓝色的了。哎呦，可以分了。加油加油，至少3分。对。哦。至少要中3个。对。哎呦，太用力，太用力，它就会打走。对，它就会跑。啊，圈外。差一点点进到黄色了。对。哎呀，又是绿的。30秒。绿的怎么那么容易进？弹出去，再2分，再2分，哇，好紧！20秒，哎呦，哎呀，你看黄队笑得多开心啊！黄队有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9、8、7、6，两分，好机会，他还有球，他还有球，他还有球啊！时间到，他还有，最后还有4颗。对不对？连平手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一看到最后一颗球丢出去，黄队就笑了，笑开怀了。嘴巴笑到这里来了。好，我们先谢谢绿队，谢谢。同时在这一关呢，分数最高进了3颗的就是黄队，再拿15000，恭喜。所以今天呢，拿到奖金最多的是、黄队。黄队哈，因为第一个游戏呢也是他们拿15000，对。现在第二个游戏他又拿了15000，没错，等于今天拿了30000元啊、今天这个所谓的季冠军啊，月冠军，月冠军没有白来，恭喜大家两位啊。那当然我们也要给红队鼓励一下，因为起码他们拿到季冠军的门票，对，有机会再挑战更高额的奖金。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人人有奖的 lucky number。休息一下 ，Are you game？ Yes。